就是穷。团上菜呀，我不傻。嗯，你吃不吃？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清晰啊，短腿今天真美丽，换了一张骆驼皮，今天跳舞不过瘾，明天还得再继续呀。这是美食节目，不是综艺。看什么艰难清晰老丁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家大壮团腿啊，无那啥事儿。爸爸爸是爷爷，今天做个十包骆驼皮，往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，该来的跑不了。冷气，我确行三节汤，牌子不能少，老肉，花去多余油脂，串串晾干，团跟我来。往那攻面来，你是猪啊，吃真香。李寡妇盖房剩的石子炒热，过来炒。不炒。快松子球啥味啊？比石子好吃。嗯，我这给你大哥留着呢。花窝汤皮，盖个被子，烫成这个熊样子，出锅，水中浸泡，泡好的肉皮裹上肉馅，卷卷，捆绑，搞定，上笼。大火堆开，看着你的表，45分钟。好的。那松子干啥去了？给邻居送的。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嗯，我的鞋。你不这熄火，盖上盖头，加定型，浇上料汁儿。中午来吃，不吃是狗。嗯。哇！简直满嘴溜肉，真香！里边的肉香，外边的皮筋道。简直，这道菜也就你那爹娘能想出来了吧？我是谁呀？美食家，朋友们，这道菜虽然说很麻烦，但是它真的很香，值得尝试。快上座。大壮有一只20斤大个，到那看我也是秀气。你再叫我做甚？看看你咋地味，出来你！我啥地味？伙计们，恁欺负给家背锅人吗？哼！我的，我的个得得呀！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鹅了。这鹅可不能吃呀！这是人家菲菲给我的钱，让我给他买的。啥呀？你小嘴不早点说是菲菲的鹅，我给人家送的，不吃了。傻子，谁吃不是吃了？我吃了吃了，干了！你那嘴跟磨开塞溜一样，整天啥都说，不去做吧？嗯，我是大壮，天天做个壮士招子。你撩我，你啥时候摆出做个眼力儿，数也数嘴，数我数条，数文数个高里头，一丢丢盐，料水放量，盐大鹅。伙计们，就我做这腌制，腌啥啥香，现这叫我搬个腌腌，看香不香？怎么腌呀？
很会撒。卸掉恶腿，伙计们，烧鹅好吃的观念就在于我手中这碗料。这是我在广州卖烧鹅的时候花巨资买的秘密配方，打到鹅肚子里。你这不是跟网上买的，我是狗，谁来买的我都说。你赶快去把大壮，我这事砸在你了，别影响财务。门口云叔将你那气撒出来，抗体定型，拿稳，这回这催皮水是我买的还是老的呀？卢文200多2个小时，伙计们，这也许是我大壮烤的最成功的一只鹅了。出炉，小子，我等你。大帅，我刚查查，这广东口啊根本都不严，这小子有啥好做的？你懂得啥呀？他南方人口味轻，这北方人口味重，这鹅不腌也不入味，它能好吃吗？大帅，这可是南北风味儿呀。有道理，你就是个死鸭子，嘴娘的很。这是鹅。哎，好婶子，你忙了一天了，先吃个鹅腿儿。真香！大锤，今天这鹅味道怎么样？这只鹅做的不赖。站住！你不听吗，小子？哎，金叔，你这鹅啥鹅呀？这是鸭。我那鹅呢？啥鹅呀？我昨天不是给你钱让你给我买鹅了吗？你啥时候给我钱让我买鹅的呀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咦，我这人，你跑到俺家问我要鹅，莫名其妙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天再次支援潍县占城镇。这次捐赠由天上的繁荣小刚爱心捐赠，由于他本人工作原因回不到家，这次由大壮带领50车辆送到占城镇。大壮代替占城人民感谢你天上的繁荣小刚，加油！今天这道菜那算是符合了好吃嘴的要求，下吃。大爷大爷，我来吃了。那么说话不少。老模式 ，Follow me。大哥，吃一个。这个老子做，绿色健康，养生的，不养生不吃。No happy, no cook。你坐老子来，打个赏。就20块钱，你还用我命了？想多了吧？不好吃呀！这鱼黑了，这个谁麻烦？你信不信？你冲鸭子了？做货猛劲接仓鼠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天好吃的带来两块羊排，这是卤排，加水一样的。
今天给郝春雷做个先人指路。艰难清晰，开始分割。请把凉水。看，爷，来进京进京。凉水下锅。看看大拿干吧。这回排号啊，去腥三节汤，太子不能少。还是太年轻啊。说说。捞出来清洗。大壮，你搁这干啥的呀？好吃队不是说今天要绿色健康吗？我用这个仙人球给他做一个锅，看能不能把卤派做好，看能不能他吃得去。这可是细点活啊。掀起你的盖头来，取出中间果肉，味道跟冬瓜一样。刷刷锅，下入卤派，倒入京巴凉水，来点葱姜，大树根、小树根，两个红枣，挤挤。盖个，现在你煮这饭，五星大厨看见就两眼流泪，为啥呀？他不会，你侮辱我了。大火甩开了，啥时候出来？你只管烧火，生疏看天意。伙计们，捉我又跑了。经过3个小时的焖煮，应该是熟了。伙计们给大壮点个赞，上来加喝汤。掀起你的盖头来，让我为你调个味儿。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调个味儿。上桌，香飘四溢，香喷喷的。再来点汤。中午的吃，不吃是狗。烂锅。咸香，软烂脱骨，得劲不得劲？得劲！现在这在吃着有一股冬瓜的味道，这是仙人球的味儿。朋友们，今天这道菜那算是符合了好吃嘴的要求。明天再见，拜拜。阿梅，快来这边！飞姐，我这边也不少呢。来吧，带你回家。嘿，嘿，啊！怎么了？家都熟了。你不慢一点呢？嘿，这个头还不小呢。嘿，哇！又一只。阿梅。看今天谁抓的多？肯定我抓的多。嘿，今天收获满满。二妹，走，回家做小龙虾。走了。给龙虾洗个澡。飞姐，这么多又抓到什么时候了？谁让你抓那么多呢？我有一个好办法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啊！这大壮竟然关机！你的好办法就让大大来干活呀，他要来了，你还有的吃吗？这小龙虾一定要多清洗几遍。小龙虾过油。飞姐，这小龙虾今天做什么口味啊？我今天给你准备了微辣、中辣，还有想你了，看你喜欢什么口味。那就想你了。真的想我了？来炒个大料，花椒、麻椒、干辣椒、麻辣三件套，小龙虾下锅，来一瓶啤酒，鸡精、味精、白糖调味儿。大火烧开，泡一个小时，
可总有个人为你等待。蒜子青辣椒就算我出锅，今天要实现小龙虾自由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微风啤酒小龙虾，夏天的快乐，干个杯。阿美挑大的吃，来。哇，阿美，今天的小龙虾够味吧？又麻又烂，根本停不下。真过瘾呀，飞姐！一会儿给大壮留点，你给他送过去。啊？还给他送啊？我还没吃够呢。以后让他干活，他不是跑得快吗？嗯，也对呀。那我就先吃够了再说。你呀，大帅，今天可光费眼呀。托妞啥时候归来？大壮，托妞归来了。我的托妞儿。没动手，没动手，你换个毛线的衣服。你看，快过年了，给老娘来套一百斤拿着啊！我的托娘嘞！还有不好再说，明天不干过年了。那你不去搁点肉？我拿我们家里有肉啊，有肉啊！倒计时，张嘴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。为了满足大帅的要求，150斤腊肉安排上。我看你小子很不开心啊。我开心啊？嘿，肯定不干你干活。肉分割一下，切成长条，搞定。三庄太子消毒杀菌。你知道我这把脸是糊弄我了，这是真的呀，还是老味均匀涂抹，控干多余水分。你为啥不干活？天这么冷，托妞不是吃饱了吗？晚上托妞不是冷不冷？大帅，视频。你的托妞。放心了吧，龙火就好吃嘴，你说啥？说你也会外卖嘞？150斤腊肉，8斤盐，树叶、树籽、树果、树胶，搞里头，爆香。再来点魔鬼椒粉，煮。可以吧？倒盆里开始腌制，涂抹均匀，角角落落不放过。腌完了，做好了，做好了，抬走。我的托妞咋了？你快点加菜，先放托妞。这盆肉可不少呀，赶紧吧，走快！回家腌3天，翻个面，再腌3天晾干。别忘了今儿晚上托娘加餐。今年不的追美，为啥今年也在头等土给太多所黑追美？我黑里面。Yo, I'm an ex-fan. Where you party, never see me. I've been in the booty, you need. 行了，别唱了，快点搬东西。飞姐，今天不会真的要做烤乳猪吧？你的锅炒好多次了，能不给你做吗？来，把桌子抬下来。飞姐，今天不是做烤乳猪吗？我咋没见做？乳猪呀，大壮已经去取了，马上就到。又是大壮，你就不怕他吃回扣啊？怕什么？你不是会锁他小电驴吗？那倒是。飞姐，快
洗好了，先放这吧。柠檬、姜末、花椒叶、青线椒、香菜、香葱、洋葱碎。大壮，怎么让你干点活磨磨唧唧的？这天热的跟那蒸桑拿的，你都不给我配菜吃啊？大壮，我这15斤的猪怎么感觉少了？飞姐，肯定是大壮半路偷吃的。老弟，这是生猪呀，我咋偷吃呀？看，我说不够15斤吗？飞飞，天地良心啊，半路我真够偷吃呀。那你说为什么少2斤？我咋知道呀？哎，这不是对上了、啊？这红婶水也给我算上钱了。那你不应该给那壮哥说一句对不起、啊？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五香粉、鸡精、味精、盐、白糖，给小猪做个腌料。小猪，敢下刀。小猪涂抹均匀，腌一下。用开水烫皮15秒。凉水冷却一下，晾干，刷上脆皮水，一定要涂抹均匀。大壮，来把炭烧一下。烧啥呀？烧炭。炭咋了呀？行了，你就泡着吧。好嘞。哦，师姐，这要烤多久啊？大概2个小时吧。那行，那我先去冰点啤酒。这大壮真是一点活都不干。你还指望他烤啊？等猪烤熟了就没了。飞姐，这天都黑了，大壮还不走，你信不信我烤到天亮，他能等到天亮？哎，真羡慕大壮的脸皮。飞飞，那输了都不会喊一声。你这老牛拉破窗，还真拼上了。瑞瑞，你咋光吃皮不吃肉呢？这皮又香又脆的，太好吃了。老弟，按你这种吃法，恁家得烤多少头猪啊？要你管呀，瑞瑞想吃啥吃啥。你咋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品呢？我跟恁俩在一块吃饭，咋净不开心啊？再见。哎，把我的猪皮给我留下。好你个大壮，你给我等着。怎么了，飞姐？气死我了。哎。滚！你这啥破三轮啊？关键时候掉链子！闭嘴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让你开，不让开，偏要开，快了吧？就你这破三轮，卖钱都没人要。哎呦！快点啊，有胆力！你下来推！停停停！大壮，以后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乱碰。最近啊，是不是大壮把三轮弄坏了？那大壮呀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来，给我吧。把羊蹄中间的毛囊去除一下，葱姜白酒去腥，再来一个麦芽糖。啊，我给你发个位置。飞姐，你听，大壮又找女朋友了。就他那样的，怎能配上他呀？把羊蹄炸一下，羊蹄炸成金黄，用冰水泡一下。飞飞，我朋友不能吃了，今儿这羊蹄做成无香了。大哥，你什么朋友呀？社会上的事少打听。麻辣三件套。把五香大料干辣椒炒香，再来点魔鬼辣。飞机啊，还是你狠。哎，炒香。
水开放入羊蹄。这在你俩看啥看？羊蹄做熟了。这大肉还真招了一个。我们也可能炸了，再来做个烙饼，肉卷的羊蹄吃更过瘾。干啥呢你？一会儿熟了有你吃的。不就得你熟我？哇，看着都过瘾。浇上原汤。来月月别看了，快尝一尝我做的羊蹄。哎呀菲姐，这羊蹄看着挺辣的，我吃不了辣。不对呀、月月，大肉说你喜欢吃麻辣的，还让我做来加麻加辣的，是吧二妹？对对对，是呀。啊，大壮，我还有事，你们先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月月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的呀，都做好了，你尝尝呗，你自己吃吧。那你路上慢点，回家给我发个信息啊。大壮，你的心可真够大的，这你也能吃得下？撒点酸菜、青芥，大壮，快点吃，吃饱了去追月月，明天呀，给他做个不辣的。给恁两个做邻居，我这辈子算毁了。别撞。群龙分金问缠山，一重缠来一重关，若是地里红薯小，今天王八必须烤，必须烧，必须烤，必须烧，必须烤，必须烧，必须烧。皇上，跟我来着。你大帅一走了，我咋办呢？我可真不给我装货呀。你问你个棉雀一样。拿住，上回去吧，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儿好这个地方带来一副驴鞭，一只人工养殖的鳄龟，今天咱做个鞭烧鳄龟。上火子，来生再相见。撕掉龟皮，不能烧。我老帅洗洗肉吧，我老帅洗洗，那你洗吧。规矩都忘了，整天穿了个老爸爸呀，俺家大水搁这他都不改。改花刀，切点五花肉，五花肉煸成，葱姜蒜瓣，花椒辣椒香叶桂皮八角，倒入驴鞭鳄龟肉，翻滚吧，我的小宝贝儿。生老抽子，鱼肉猪肉酱，情感修复液，倒入滚烫开水，鸡精味精胡椒粉，我为自己代言，一丢丢盐，鬼蛋，盖上盖子，大火我最开，准备给我收汁，收子。我这没货咋了呀？收汁收里了，收汁出火，青红椒，滚，装我的喝，不喝是狗，住嘴，滚，啥？老子，这是你嘞。你是吃着怪筋道的呀。嗯，这怪入味的。你还别说，这桌火鸡做的怪好吃的。那必须的呀。滚。
县这锅咋烂了呀？锅烂了好啊，烂了我都不用做饭了。饿了咋办呢？饿了好啊，饿了都不用减肥了。那饿蹬腿又咋办呢？饿蹬腿都好啊，你饿蹬腿了，全村人都不饿了。打我，打我好呀，食品都限流了。只要是我早上吃错药了，阴阳怪气了。我阴阳怪气，我吃错药来了，你啥都不拿，我做个红烧烤吃腿。是这样，烧破了。啥意思呀？不是咱哥的吃饭。小子装包包啊，少活。那个东西挑战我大壮的厨艺嘞！黑龙江做不好羞死你了你！你给我看好吧，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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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心中这插八刀，我忍。确行三年刀，料酒不能烧。走，歇歇。来一锅酱油，别出油渣，燃油大火。下炉小四子，黑暗汤。陈双江，炒一锅豆豆干啥的呀？今天做石墩炒肉。我没听说过这菜系的。你没听说过都对了，这是我大壮的创新菜。你放心，我腿都是软的。好吃肉多吃点，不好吃肉你少吃点，饱蛋里吧少了。把豆豆炒黄，下入羊肉。翻滚吧，我的小宝贝儿！一锅，青红辣椒、干辣椒、姜片、葱段，倒入顶把凉水。小火再煮20分钟。喝大水吃饭，烧火了。大帅，按计划行事。啥计划呀？端走啊！我大帅是哪人？咋这味儿啊？大帅，你是不是这小子是石墩炒肉，还大路淌血？我说今儿这味儿才不一样呀、啊，原来是创新菜呀、啊！端走。不是生活做饭。哎哎哎哎，人下来，这是啥的？小壮，你行不行啊？大壮，小龙虾回来了。好吃嘴，你的智商兑水了。天这么热，你买这么多小龙虾，光凭你助理都能把我干报废呀、啊！你做不做？不做。你确定不做？确定。恁这几个好水听见了吗？人家大壮都不想做，恁都回去吧。美女们好，我是大壮。其实大壮最爱做的就是小龙虾。俺走，把三轮车开过去，准备洗虾。啥子大壮干不干？伙计们，轻松拿捏。这么多的小龙虾送出，考验的是我大壮的耐心与脾气。小壮子，龙虾给他洗干净啊！老头儿，你说这话啥意思呀、啊？办我走人嘞！我大壮外表英俊，内心细腻，你不知道。小壮子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我叫美女们给你帮忙吧。老头儿，你说谁不行呀、啊？我大壮的字典里就没有不行两个字儿，看着。经过九洗九刷九涮，小龙虾终于洗干净了。下边教大家做小龙虾，认真学，在家你也能当大厨。200度油温炸龙虾，炸汁
这八面金矿，美女们吃啥味儿的呀？爸，我们吃麻辣的。一群好吃的，两条菜籽油，葱姜蒜炸香，花椒麻椒干辣椒，火锅里豆瓣酱蚝油，下卤小龙虾，干清秋腐叶。好吃嘴，大壮为啥真听你话呀？那小子一见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驴，我用智慧把他驯服。你这老头喷的不轻，问你俩问题。二郎神是几只眼？三只眼。第三只眼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换个问题，雷公放电，他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？再换个问题，雷公放的电，他是多少伏的电压？再换个问题，啥的喷还驯服我的？小龙虾泡了半个小时了，出锅，撒上小葱花儿。美女们，开始吃吧！哼，你们几个任务完成了，回家吧。小龙虾，你有事打电话啊！哎，你干啥去呀？你这老头真不是个东西。伙计们都是智慧。哦，小壮子，你不吃了，自己吃吧。当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伙计们都是智慧，智慧，智慧。你看你，那俩又来俺家楼下抢我垃圾桶来。谁稀罕你那破垃圾桶啊？这是我的好日子，打住俺俩订婚的。祝你幸福，走吧，来人！真是我的好日子，人家财务拿也带劲啊！能把我来不？真是我的好日子，你还要？老子给你拼了！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在这良辰美景之时，我作为厨师界颜值代表，今天给大水好吃的做一道醋焖猪蹄，一试如何？好嘛！挂面，一会儿餐桌去。又到去腥环节了呀！现这天老冷了，滚滚！冷水下锅，看，去腥三鸟汤，太子不能少。小子，老子今晚交给你了，你给我翻啥跟头？翻啥子？来一锅底油炸子，跑啥的跑、啊、没炸猪蹄你跑啥跑？老子不是喊这热油跑啥？炸子八面金黄，冷水里泡俩小时，熬个汤色，加入薯皮、薯片、薯片、薯片、薯条、薯粉、薯片大，搞里头几瓶老姜，净把凉水。错中错，我为自己一丢丢烟，见这手下留烟，翻跟头去，这是老子好日子不翻，王建成。好，今儿翻了有下次，一丢丢耶！你回老子享福，老子去！现在我让你抓住我那风，脏不脏呀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给我又放里边去，瞧着。
伙计们，今天这老赛还是很成功的呀，软烂破骨来手无恙的。瑞瑞，你看，想吃田螺吗？免费的，谁不想吃啊？那今天看你啦，瞧好吧。谁的钱丢了？我的！谁的钱丢了？瑞瑞，那壮哥的钱丢了。大壮，你确定这是你的钱吗？老弟啊，你眼近视吧？这是亮光圈。我眼睛近视，我脑子又没毛病，太麻烦。坏了，把捡来的田螺清洗一下，来点盐，土豆沙子。别姐，大壮好像追过来了，快去准备一下。没翻，快把我抢出来！大壮，你别生气嘛，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新疆美女。我要田螺的，不看美女。你看，干嘛呢？今天的田螺一半做麻辣，一半做蒜蓉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爱做啥？哎，今儿这新娘美女咋看着有点面熟呀？来个田螺焯个水。大壮，别写了，去买几瓶啤酒。听见了，啤酒还得我给你买。加入大壮的感情修复液，来点盐调味儿。看什么看？谁拍？哪个？谁呀？新娘美女呀！你刚买啤酒的时候，人家先回去了。啥呀？那你我操！你耍我嘞？我耍你什么呀？看这田螺做的多漂亮呀！咱敢吃不是吃？再来做个蒜蓉田螺，炒出香味儿，撒入另一半蒜，把田螺也炒香，来点蚝油，盐、鸡精、味精调味儿。大壮，今天的田螺你可得多吃点呀、啊。今天我心情不美丽，少跟我说话。给你坐着吃着，你还有啥不美丽呀、啊？从我遇见恁俩那一刻，我那心里头都没美丽过。吃着田螺，还得吃着麻辣的，大的吃着过瘾呢。飞姐，想不到这蒜蓉味的这么香啊，是吧？大壮，你去买点面条，我再给你做一个螺丝拌面。飞姐，拌那个蒜蓉的，蒜蓉的好吃。哎，身上比你三，体重是五千克。大壮，呀！飞说这是咋了呀？咋了？昨天俺家飞飞是不是搁这吃饭呢？就是这大帅，可你这吃了饭回家，那是喘气喘的两腿发软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都坐轮椅了，那我给你包点药吃吧。你去打听打听，我好吃的啥都好吃，就是不好吃我。今啥一只活鸡搁俺家飞飞不太吃了，我不吃回家。他咋的？今儿我全程监督，看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。食材摘洗，身长一米三，体重四五千克，身高90公分，体重占到一。今天就你了，牛犊！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天做个钵钵鸡 plus。大侄子，别装了，上火。都照这手艺，聊真钱。
一票彩字要。铜墙炸墙，树皮树叶树墩树果树条树根树个大，高里头，羊有火锅底儿，好吃嘴，牛有四个胃，这是牛的第几个胃啊？我要有真大的胃的话，我。倒入花椒、麻椒、干辣椒，水开下锅。大帅，你开始多说，我可不是埋怨你，你要听我的。今早上媒妇担架，俩人抬着锅来，婆娘保准吃嘴。他家养这些东西，一天管吃完。今儿回家，轮椅带上担架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大壮。别人都养宠物的，就你养点食材。你最近话有点多，今儿晚上再说。准备出锅。我的个得得呀！我还没吃过真大的肚包鸡哩。哎，你没见过世面的鱼儿，只要肚肉大，大壮鸵鸟也能装下。坐住吧，谁也轮不到你吃。拉上一刀，漂亮。好吃嘴，看这鸡腿比你的脸都大。大帅，我今天要牛犊自由。这大鸡腿确实大呀，这火鸡的肉质纹理和牛肉差不多。贤侄，这个牛犊真烂乎呀。你嫌这真烂乎，那俩为了吃我一只火鸡再买个轮椅，那俩我瞅瞅我能不让那俩吃啊？今儿真长大了，大壮。好吃嘴，是不是还整了两了？你倒了两吧。不敢不敢，三两都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吃嘴，先过年了，今天也都牛吃，走，先吃。好吃嘴，你疯了，今儿对抗变牛嘞。发生春节了，烟头又是怎么了 ？Good mouse， 完得得炸死的，嗯的，一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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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徒儿，看着我表情，这不是叫我的啊？夸你的。龙说，下辈子朋友洗脚有人保护。大帅，家里谁放尿了？前两大壮在放尿了，是不是想吃饭了？春春，你误会了呀，我要牛缠到大壮这，让大壮给牛望望，让大壮给牛弹弹琴，唱唱歌，跳跳舞。又不是都开心呢，开心不都吃多了？吃多不长大了，满嘴跑火吃，啥好东西？喂，知道豆啊，整天你都安排了啥事？贤侄，别生气，他不要因为大水影响咱叔侄俩的感情了。贤侄，今儿咱吃点啥呀？跟我来，快点！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天做风干腊肠，点个赞加收藏。春节在家吃腊肠，腊肠的黄金配比三肥七瘦，这样做出来的腊肠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。快，做腊肠是不是又绝了？没看清。拉上一刀，妈呀！哎，暂停。去肉皮，肉皮让别扔啊，留着做猪皮冻。这个大肉块切成小肉片，来点台子增香，来一丢丢盐让肉质紧实，像搓衣裳一样给它搓搓肉肉。十斤肉一包里，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们可以买麻辣味的调料，喜欢吃辣的可以买个五香味的。快一碗，不要听他俩。贤侄，常姨来点太子消毒杀菌。常姨加温水泡泡，可千万别加开水，一加开水不坐住了，可瞎。买你一年了，今天用上了。套上常姨，这可是手艺活呀。好吃嘴，咬起来。咬脑，你的脑脑。咬，抓肉，
伙计们，这一盆三十斤肉用时三个小时终于浇完了。接着浇还有一盆呢，将剩下的六缸也打开。这都对了，经过好吃的6.0排量为十二缸发动机连续工作4.5小时，香肠终于灌完了。伙计们，拉肠不建议在家做啊，想吃肉还是往菜市场买点吃都可以了。别坐那了，上火去。还得你上火。喜欢吃筋道口味的朋友们，让拉肠风干晾晒15天。喜欢吃软糯口味的朋友们，水滚上笼蒸，上笼蒸的时候扎点窟窿。出锅，自然放凉，冰箱冷冻，可煎可炒可炸可炖。你说俺大菜直接拿笼带碗吃，嘴爽哪味儿？现在我说是同家味儿的，我说是麻辣味儿的。现在给他打包我再走，我忙一天了不能白忙。你都啥人都自己吃饱就妥了。小壮子，你要这样子说我都喊大水的啊。走。你轻点媳妇，你出现没有坐头上野兔子。你说谁是野兔子的？说你野兔子咋了？做饭不吃哪都是咸。再说俺是野兔子。你搞的蛮子给人做烧火的皮还不小的。单调，这俩人来者不善。今儿就是来拿你的味儿来。看来今儿我得拿出看家本领了呀。喂，杨大叔，你忙不忙？我忙着过来帮大壮做大菜。你给我坐住吧，我大壮做菜还是有信心的。野兔子，我跟你说，今儿饭做不好，没活可以发了啊。那俩给我看住。走，看住。等。野兔子，今个准备咋做了？红汤羊肉。小子，哎，爬到磨磨去。走。壮子，你可得把握住呀。上火。洗净泡好了羊板骨，吊个高汤。停，这是磨。活动。你不说谁知道呀？强子，哎，咱这不管吃饭也跑这远吃这野兔子的饭。吃饭不是目的，主要我是想扒他的魅惑嘞。想扒我魅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呀？强子，没理他。走。哎，壮子，放心坐吧。想扒他的魅惑，得问我手中的板子。好了。没废话。今天这红汤羊肉选用大干红辣椒，皮儿过肉后增香上色。倒入辣椒、羊油。羊油和辣椒煮十几分钟捞出来，用刀背把羊油和辣椒剁碎，剁成麻麻。行了，哎，这样做菜怪细碎，不像野兔子呀。啊，留到锅台也不容易，今儿炒的简单估计。锅滤红油，倒入羊肚、羊肉、金针菇、粉皮、高丽头。鸡精盐、胡椒粉调味儿，葱花一撒出锅，再给强哥炸个烩面，炸至八面金黄。强哥，哪味儿？看着还中，不知道味儿咋样？尝尝。走。真大这碗肉片切真淡，汤子还油乎乎嘞。给你放点盐吧。你这一碗汤多半碗肉少半碗汤，你吃过这羊肉汤？走数可多了，走阵烧嘴，吃都吃不剩。一口烩面，一口汤，生活努力奔小康。
曹让，你做老太爷不累，为啥人家叫你野厨子？都是某些老头子嘴，整天出去给我瞎胡串。嫂子，是不是不好吃？还中啊，师傅。你来干啥的？来等啥的？你来。